在我们小学阶段已经学过了很多的数，那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都学过了哪些数？回忆一下啊，你可以和你的同桌交流一下。啊，谁先打头炮？好，你先来。分数、百分数、正分数、假分数、带分。嗯，说了很多。你觉得他说的全面吗？不全面。啊，你觉得不太全面？不是，我觉得说的不够有条理，说的很好，说了很多。那谁呢？说的有条理一些，更有条理，对吧？我能不能说的更好？好，请大家。好。整数，然后根数、百分数、小数、负数。嗯，你坐下。说的呢就很有条理，对吧？那我们在分数里面，就像刚才有同学说的，我们在分数里面又分为了整分数啊、假分数啊、百分之数这样的一些数，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呢就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复习其中的几种数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带着同学们认识的是哪些数？小数。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就要带同学们一起来对我们小学阶段学习的整数和小数的认识进一个整理和复习。课题比较长啊，那我在写的过程中啊，同学们有没有在思考我们学过的哪些数是整数，怎样的数是整数，怎样的数是小数？我们看一看，怎样的数是负数？你能举出例子吗？可不可以举出例子？可以在你的纸上画一画啊，然后把你写好的东西交流一下。举例说一说，哪些数是整数？哪些数是负数？怎样的数又是小数？列举好了以后，可以和你的同桌交流一下，我们互相举例。好，好了没有？谁愿意呢？把你的列举的数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没有吗？你们都已经写好了，愿意和大家交流。也许你的想法和别人不同的，对吧？谁先来？好，你先来说一说。负数二、四、六、八，整数一、八、十、十二，单数一、三、五、七，小数1.25、1.99、9.9。嗯，列举了很多。嗯，刚才第一个列举的是什么数？负数。负数有哪些？二。四六八，有没有疑问？双数，那谁来给他解释一下啊？你来。
负二、负三。啊，像这样的数是吧？对对对。好，啊，能理解了。好，你坐下。那你把你列举的也和我们分享一下。我列举的总数是一、二、三。啊，首先呢，我来记一下，说慢一点，整数。一。有什么？一、二、三。等等，嗯，是不是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用省略号，等等。数有，负一。我也来记录一下啊。有。负一、负二、负三，等等。啊。很好，小数，还有小数，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是不是？对，好，你坐下。这样列举的，你同不同意？同意，同意。哦，这样的数就是整数，像这样的一二三四这样，数不完，很多。那这样的数呢，都属于什么？整数，负数，负一、负二、负三，像这样子的数都是怎么样？负数。刚才有的同学说了，这前面这个叫什么符号？符号。那小数，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这样的数都是小数。那我看看他列举的小数很有特点，他列举的小数都只有小数点后面都只有一个数字，这是什么小数？一位小数啊。你知道一位小数，它就表示十分之几。那除了一位小数呢，肯定还有怎么样？两位小数。那我再来列举一个两位小数，比如像二点一三这样子的，还有很多两位小数。那我们还学习了有三位小数，比如啊三点一四八等等。好，那这样的数，它就是什么？三位小数。小数点后面有几个数字，它就表示几位小数。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前面列举的这个数字，一二三，我觉得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应该把它给列举出来，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它鼓掌。比如说，一个数字，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对呀，零。我们把零给它单独的列出来，零。零啊，它是我们前面这个一二三，像这样的整数和负一、负二、负三这样的整数的分界点。那像一二三这样的数呢，它是比零怎么样？大，大于零的。负一、负二、负三这类数呢，小于零。啊，小于零，小于零。那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用零来表示吗？好，来说。就是表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用零表示。啊，非常好。什么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用零来表示。另外啊，零除了表示什么都没有以外，零还表示开始，从它开始。啊，比如我们测量的时候，就从零怎么样开始？零度。啊，对，零度开始。比如我们测量角度的时候，是从零度呢开始，它除了表示什么都没有，它还表示什么？开始。那我们把这样的数啊，这样的数，零、一、二、三，这样的数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自然数。自然数和像这样的负一、负二、负三、负四、负五、负六，像这样的负数呢，我们把它统称为整数。啊，统称为整数。自然数中，你知道谁最小吗？谁最小？零。零也是自然数。零是最小的自然数。啊，最小的自然数。所以这个零非常重要吧？最小的自然数，它又表示什么都没有，它还是像这样的正整数和负整数的分界点。
另外呢，零它还表示怎么样？开始，啊。我们刚才认识了这些数，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数就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在认数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到计数单位，啊，用到计数单位呢，我们就要用到数位顺序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学过的数位顺序表，数位非常的多吧？啊，一张表格都满满的，很多数位。从表格上我们看到，啊，整数部分有多少个数位？数出来没有？十二个数位，对吧？十二个数位。我们在学习整数的数位的时候，你知道它们都有哪些计数单位吗？整数部分，这些对应的数位都有哪些计数单位？同桌之间互相说一说，你们可以互相说一说，都有哪些计数单位？对照的去分数据。好，接下来给我们列举一下都有哪些计数单位，对着这个数位顺序表，没有吗？好，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好，请这样，啊，说得很好吧？啊，那我们刚才他已经把整数部分的，这个计数单位已经怎么样做完了？还有小数部分，那已经告诉我们，十分位的计数单位是十分之一，后面还有两个。百分之数，能不能说到完整一点？百分位表示千分之一。这样说非常完整。好，请坐下。啊，在百分位上，它的计数单位就是百分之一；十分位上，它的千分位上，它的计数单位就是千分之一。那我们在看到这些这个数字数位这么多，对吧？我们还给它进行了分级，分级，分为哪几级？分为哪几级？三级，很好，哪三级？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级哪几个数位？个、百、千、千位，对吧？万级哪几个数位？万、十万、百万、千万。我说的是哪几个数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那我们讲的万、十万、百万和千万，这是什么？计数单位。好，这样我们看看亿级，它是哪几个数位？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位。刚才的基础单位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从大和小来看一看。个位的基础单位是一，也可以说个啊，一也可以说个。然后小数部分的基础单位呢，除了十分位的十分之一以外，百分位我们对应的是百分之一，千分位对应的是千分之一，一位小数，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单位就是十分之一。两位小数呢，基础单位是百分之一。三位小数，基础单位就是千分之一。好，我们看看这个表上面有很多的数位吧，很多的基础单位，你能找到相邻的基础单位吗？就来给我列举一下，这上面有哪些相邻的基础单位？计数单位。
些相应的矩阵。好，你来抛砖引玉。十和个。啊，十和个。百和千。百和千。千和万。千和万，有很多是吧？好，写作业，那给把机会让给别人也来说一说，谁来说一说？还有哪些矩阵？好。好，万和十万。嗯。十万和百万。百万和千万。嗯，好，请坐下。还有没有？好，你先说。亿和十亿，十亿和百亿，百亿和千亿。嗯，请坐下。我们的同学都很喜欢整数，小数有没有像你的？嗯。也有吧。啊，好，你来说一说。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嗯，请坐下。那我们刚才啊，同学们都已经说了很多的相应的基础单位，那我下面请你思考这个问题。整数和小数相邻的基础单位的净率都是多少？十。你能举例说一说？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相邻的基础单位，对吧？你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之间基础单位的净率？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现在就从这儿教育就行，是吧？好，谁想来说一说？举个例子啊，已经举了很长时间啊。十个位等于一个百，哎呸，十个个位等于一个十位。个位嘛，我们说计数单位，计数单位。个位的计数单位是什么？一。一，那就是十个。一。等于。等于一个十。哎，这样说的就很好了。嗯、啊，好，请坐下。啊，刚才举十个一等于一个十，还有没有？十个百，一个千。那他们的净率是多少？十个。嗯，怎么样？好。十万和一等于十万。啊？十万和一是等于十万。那他们两个有没有相应的基础单位？啊，我们找到十万这个数位。啊，十万这个数位，那十万这个数位和谁相邻？万。那你就想一想，多少个万等于十万？十个万等于十万。嗯，那他们净率是多少？十。啊，这样说的，是不是先要找到相邻的数位，然后再想一想他们这个净率？好，那刚才同学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那我们看看相邻的基础单位之间的净率都是十。那我们把这种净值的方法叫做十净值法。我们的整数和小数，它就是采用。十进制法，有同学就问了，有十进制法，那肯定就有其他的进制的方法，是吧？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计算机语言，它就是二进制，啊，就二进制。那刚才我们已经对这些数位、数级都有了一些认识，那么现在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整数它的读法，怎样读一个整数？啊，整数的读法。那么先不急，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整数。这两个数字大的，对吧？好长。那我们为了便于我们读数，我们该怎么办呢？分级。非常好，分级怎么分级？怎么分级？你来说一说。在个体和千级、万级。分，对吧？我们用什么来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整数的时候，从左从右往左，每几个数一些，四个数，给它分一下级。好，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作业纸上可以先分一下级。好，请看。分完级以后，我们就开始读数了。请您试着读数这样。读完数以后，请你思考。我们在读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先读数。Thank you.
下把这两个数啊，把你写的部分读一下。对，好，对，第一个数。6,8,452,8,563。正常。好，一起来看一看。6,8,452,8,500。第二个。80,406,000。好，读的对不对？对对。好，就这样。那我现在就要请你们思考一下，或者你从中互相说一下，我们在读书的道理要注意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说话？在读书的过程中注意什么？啊，谁能把你的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读书的时候，你觉得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啊，后面有你先来说。要注意零的读法，是吧？啊。两个零在一起读一个零。那我们就要说了，什么地方的两个零在一起？末尾两个零。不是，不是，末尾其他两个零。急。我们有没有同学能够说的更完整一点？对吧？说的不是很完整。好，请坐下，我再听听其他同学发言，好吧？好，你来说一说。每集末尾的零都不读，其他出位有一个零或连续几个零中只读一个零。嗯，好，请坐下。他刚才给我们指出了什么？零，在读书的时候零要特别注意啊。每集末尾的零呢，都不要读。如果这个零不在末尾，在其他的数位上，我们就要把它读出来。一个零或者连续几个零都只读一个零。还有没有你想跟你们说的？要交代了。啊。读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的往下读。读完一级加一级，读完万级加万级。好，请坐下。他告诉我们读数的顺序，从哪开始读起？从最高位，最高位开始读，要一级一级的读。读完一级的时候，我们就加一级；读完万级的加万级。那刚才通过两个同学，那我们就把读数我们需要注意事项，就怎么交代清楚，一起看一看。比如将第一个数，它没有零，是吧？我们就一级的读。第二个数呢，有零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每级末尾的零都不读。那我们看看这个数，在各级末尾是三个零，都不需要读吧？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只读出几个零啊，一个零，就读了一个零啊。那比如在万级，它在其他数位上有一个零在末尾，还有两个零呢不在末尾，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读出来。根据我们的规则，读数的规则，连续两个零只读一个零。我们已经学会了读数，那我们就要接着来学习呢，写数。好，有两个数，啊，我们作业纸上也有，请你写书。写好以后和我们刚才一样，你和你的同桌讨论一下，或者你觉得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教导同学就可以和你的同桌说一说，你刚才你在写书过程中，你觉得写书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交流一下，把点想法。你先来说说这两个数该怎么写，把你写的数字读一下吧。6,74,552,9,563。我刚才这边写好了，我们来核对一下写的数字。写数也要注意，要加上怎么样？很急性。电鱼怎么样？检查你写的数位够不够？那你觉得在写数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说得很好，就声音太小啊，请大家谁能够大声的说一说啊，来这写数时从高位起一级一级的往下写，哪一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在哪个数位上写啊。也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从高位写起，一级一级的写。如果这个数上没有单位呢，我们就用零来代替。也就是说这个零在这个时候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占住数位的作用。哪个数上没有单位就要用零来代替。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整数的数法和写法，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整数和小数的数法。小数的数法，先来看看这个小数，这两个小数你就读吧。好，最后面那个女同学，后面那个女同学，中间啊。75.732。啊，第一个读作45.732。第二个是405.702。嗯，好，请坐下。读得很好啊，也是正确的。那我就也是一样，那读小数到底干什么？或者说在读小数的过程中，我们又该，你有没有要和同学交代？小数的整数部分按整数的读法来读，小数点读点，小数部分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好，请坐下。大家有没有提醒呢？有没有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小数呢，它分为两部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是吧？它是通过谁来分解的？小数点。也就是说在整数部分的读法呢，和我们刚才读法怎么样一样，它怎么读我们就怎么读，整数怎么读我们就怎么读。小数部分呢是依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那我就有疑问，你看这地方中间有零吧，要不要读？要。那小数部分有几个零都得怎么读出来，因为它是要依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每个数上都有，就小数部位不管零在什么位置都怎么样，都要一个都不能少啊。这个读小数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它没有末尾和中间之分。我们讲到了读法，那就是写小数，写一写。好，有两个小数啊，在这作业纸上有，请你写好以后也是一样，你想一想在写小数的时候你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写作0.1042，第二个是48.26，那你也是一样。那你觉得在写小说的时候需要注意？写小数时，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写法来写，如果整数部分一个都没有就写零，小数点写在个位右下角，小数部分顺序小数部分顺次写出每一位每一数位上的数字。好，你说一下。那后面读法跟我们刚才读法能相呼应，小数部分的读法的时候就是依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那我们写数的时候也就依次写出每一个位数上的数字。那整数部分呢，那就和按照我们整数部分的写法一样，对吧，也是从高位写起，按照一级一级的写啊，哪个数上没有数位就用零来补位，但是要注意要加上小数点，这是我们小数的写法，你起来看一看。写小数时候，小数部分的写法相对来说比较中等要求，它简单一点，因为它每个数量数字都已经说明了明确了，就关键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不能小数点不能忘记了呢，写啊啊小数和整数啊它有不同，因为小数啊它有它自己的基本性质，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数的基本性质，一起来看一看啊，小数的基本性质是什么，那我们一起读一遍小数的末尾，小数的末尾边上零或者去掉零，小数的大小不变，这叫做小数的基本性质。小数它有这样一个基本性质啊，那根据这个小数的基本性质啊，请同学们把下面的这些数字啊进行改写。按要求，不改变小数的大小，把下面的这些数啊都改成两位。把你写的答案和同学们分享一下。都是等号。3.5等于3.50，二等于2.00，5.200等于5.20，3.450等于3.45。好，请回答，这个也是正确的。咱们先来看第一组，3.5等于3.50，那说明3.5和3.50它们大小是相同的，因为我们才可以用等号连接。那3.5是一位小数，而3.50呢是两位小数。3.5和3.50完全相同吗？不觉得是完全相同的。我觉得他们不一样，一个是一位小数，一个是两位小数，怎么完全相同？就这一点上他们就不同了，天上云去到零，它大小是不变的，但是是不是说这两个小数就完全一样的？他们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数位不同，小数的数位不同，一个一位小数，一个两位小数。那3.5这个一位小数，它的基数单位是什么？1/10。一位小数它基数单位就是1/10。两位小数呢？百分之一。这两个小数虽然大小相等，但是它们的基数单位不同，也就是它们的精确度不一样。精确度不一样。小数末尾添上零，小数大小都不变，改变的是它的精确度。什么精确度？一个是10/10的，一个是8/10的，那他们的精确度是吧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好啊，那我们学了数肯定要知道哪些数大哪些数小啊，先看前两组数字，请你迅速的比较出它的大小。好，可以先来说一说对吧，
小于3553。那你第一个数字你怎么知道？怎么迅速判断出是大？比较整数的大小，数位多的那个数大。哦，那也就是说，3421是四位数，999呢？三位数，那数位多的数是大。那第二个数它们数位相同呢？数位相同，从最高位依次比较。数位相同的话，我们就从最高位依次比较，因为比较数的大小，我们先看它们的数位，对吧？数位多的数肯定就大一些。如果数位相同呢，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比较？从它的最高位依次比较。比较也就是说，一看，首先我们得观察，对吧？先比较数位，再看如果数位相同，再观察，再从它的最高位起。那下面是两个小数，啊，请你也再好好比较这个大小，想一想小数大小如何来解决。小数的大小，整数部分大的数大。哦，第一个数是不是？嗯。一个整数部分是多少？整数是12，一个是9。十二。一个是9。十二大于九，所以呢？所以12大于九。那第二个小数。整数部分相同，再依次比较小数部分各数位上数。嗯。好。整数部分相同吧，都是九、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比较它的十分位，对吧？如果十分位也相同呢？百分位相同。千分位也一样。万位。如果它们的数位都相同呢？等于。说明它俩一样大。那我们的比较方法也就出来，实际上和我们的整数部分的比较方法非常类似了，对吧？先看它的整数。最大，所以就呢大。如果整数部分相同呢，再比较小数部分，也是依次比较，从十分位开始。那今天啊，带同学们一起就认识了整数和小数，带同学们一起整理了一下，回顾了一下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啊，那下面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翻到书本的第68页。练习与实践第一题，看到这个图没有？看到没有？截图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这幅图，看上去像一条线段，这线段又有不同，它加上一个箭头，是吧？这地方有个箭头，看到没有？它有了方向，啊，这条直线有了方向。这样的，那我们以后啊就会经常遇到。啊，这个图呢就叫做数轴。叫数轴，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什么零。刚才我们也说了，零是临界点，谁和谁的分界点？正数和负数，正数和负数的分界点。啊，那请他们仔细看一看，哪些地方该填整数，哪些地方该填小数，你在书上填一填。请你说一说，零点五这个数它是怎么组成的？零点五，由五个十分之一。零点五是有五个十分之一。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数字数位，对吧？我们再看第二题，下面这些数里面都含有二，你知道这个二各表示什么？现在对应的数字上。
小数各位表示什么。好，第一个表示两个百，两个百，第二个表示两个一，第三个表示两个十分之一，第四个表示两个千分之一，第五个表示两个十万，两个十万，很好，我都是正确的。那我现在想问问，这每个数面都是二，为什么它表示数？说得非常好，他们所在的数位不同，不同的数位就代表不同的计数单位，所以虽然都是二，但他们表示的数却怎么样不同，表示的意义是怎么样不同的，因为他们计数单位怎么样不一样。今天呢，我就带他们一起就复习回顾了我们整数和小数的认识啊，我们通过这些扎深的认识呢，我们对数会有个更深刻的理解啊。今天这节课就。